对 ，Go 去亲妈妈。大家好，我们是绝代双 Q， 我是代替双叶，还有 mini Q 和 Ray。现在这边已经当自己的游乐场玩了，当自己家。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 mini Q 学了两年三个月的现在的游泳技术到底进步的如何呢？对，就是我们真的很蛮谢谢蜥蜴宝宝，从 QQ 三个月的时候就在这边学游泳，学到现在，他水性真的非常好。可能他个性本来就是比较爱水，就是今天就再来继续学游泳，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喽。以前都要抱着冲，现在就可以自己冲了。我们要先来唱歌，好不好？我要先唱歌。啊，你要知道，妈妈肚子里面小 baby， 你不可以踢到妈妈哦。你要当哥哥嘞，我是练习机。到你了。哇。把上个礼拜我们玩的鱼拿出来。哇！我要这个。好，再选两个，再选两个。耶！我要这个龟裂。你只要这一个。这个我帮你放在后面，好，游出来吗？好，娃娃你不要一直后退，对，他会有焦虑。哎，游过来，对 ，go go， 很好，对，这里有 monkey bar， 对，你可以成功，耶，跟妈妈 high five， push， 很好，来拿鱼，哇 ，good job， 很好，很好，哇，它伸出来的那个角度好很多。请你下去拿，用脚的。妈妈不用脚的，你要自己站起来哦。你要从水平变垂直哦。放到盘子上。好，到了，请你站起来，很好。然后你可以在后面一点点。回头。Good job。好，那我们要从这么远的距离回来哦。两只都。好厉害，还说老师帮我。那妈妈走近一点 ，Ready Go Go， 看着上面看，可以，很好，站起来 ，Good job， 好厉害、哦，比八月份的时候进步很多，它出来的那个水平好很多。好，来，请你手举高高 ，Ready， 怎么样？对，很好，脚脚粘墙壁。眼睛看肚子 ，stay deep， 往妈妈的方向 jump jump go。哇，这个距离可以吗 ？Mini Q， 可以。妈妈的这个距离可不可以？可以，不要再远了，对不对 ？Go jump， 放盘子上 go。哇，大妈妈一样。保护你哦，好，去找鱼 ，Go。Steady， 眼睛看肚子 ，Jump。手手动一动，很好，手手举高高。手手 pad， 哇！好，爬上来，先看肚子，好 ，jump go。脚脚动，手手动一动，脚脚动一动，很好，看到椅子，记得站起来。Good job， jump。
游回去就好了，你不要自己游。好，我们带你游，我们带你游回去就好了。好，休息。对，休息。那你坐上来休息一下。他跳下来的时候在下面啊，妈妈，你帮我在水里这样子做。嗯、对，你觉得你休息好了吗？就是，来，走，来。好，跳下去，跟妈妈一起笑一下，有在笑吗？好了 ，one two three， 好玩吗？好玩吗？好玩吗？好 ，one two three go， 去亲妈妈。有亲到吗？有没有亲到？那你告诉我，你亲到妈妈哪里？你亲到妈妈哪里？Ready, go, 来。什么颜色？好，这里回去 go， 猜是什么颜色？很好，自己站起来，很好，来对，红色，很好。你再试试自己记好吧，妈妈。不要，好吧，都没有关系。最后你想要跟妈妈玩一个什么？我们就要准备下课了。正在玩什么？我不要玩了。希望你今天在水里跟妈妈玩得很开心。他是男生，而且他需要跟老师建立绑定。他前面不行，中间开始游的时候，他就发现嗯可以。我觉得今天 QQ 啊比较有主见。对，所以他就会老师问他什么，他会回答反抗的词这样。对，他就是有一点小叛逆期的感觉。老师很厉害，对，他可以 hold 得住 QQ 的那个就是叛逆。对。不会去责怪他或者怎样，他就是很包容他，然后其实一步一步，老师也有说 Q 需要热机，就是 Q 需要先跟老师热熟，对，然后其实他中间表现得很好，因为他前几个礼拜可能会身体很直，嗯，他今天就比较斜一点。虽然这次游的感觉他的长度跟上次差不多，但是他就是身体的角度有在调整，对，就游比较快，然后也游比较轻松，通常要过三米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他小朋友的气会不够，所以他会有点那种窒息感。下一阶段的课程就是教他换气，然后今天老师也有教他很多那种在水里面潜水拿东西的。虽然他比较不喜欢低头去拿东西，但是我觉得老师也很厉害，就是赶快换个方法，体验到水里面拿东西的感觉。嗯、很谢谢稀有宝宝。对啊，很开心。对啊，很开心。这个你好厉害哦，你今天有没有进步好多？有。有哦，有。好棒！好，我们要准备要回去了。好，下课。你有肚子好饿吗？我肚子我要给爸爸的，还要牛奶，还要啊，冰淇淋。哦，这么多。饼干要吗？饼干不要。好了，这就是 Q 的大概两岁三个月学龄的这个进度。然后最后希望他可以早日过敏。对呀、啊。然后等一下等二宝出生，二宝也可以来学。真的耶、啊，好开心啊！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喽。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